大家好，那个我们现在抵达台南高铁站，因为是第一班接驳车，所以也没什么人。6:53往桃园，所以呢，应该还有足够的时间，我可以等下去买个早餐。现在本来要搭那个接驳巴士到机场，结果他刷卡机没弄好，不能刷，所以想说干脆来搭搭看捷运好了。我现在就要搭桃机的捷运喽。走地上来这边就是买票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很贴心就有航班，从这个出口，从这个入口进去就可以了。这边就是机场捷运喽。想不到今天还蛮冷的，就是比我想象中台湾应该有的天气还要来得更冷，讲话居然会有一点冒烟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等机场捷运。被登机喽！现在在下雨。매울러나?